今天是香港的新年大游行，游行是下午两点在维多利亚公园集合，但我们看到还没有到两点，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在维园外。五大诉求，停止暴动，香港人报仇，香港人报仇，香港人报仇。好多前线的手足都明白到，中共不死香港就冇可能復活，所以好多人、好多前線嘅手足都有呢個意識嘅。咁中共死咗，我哋先有資格對付港共或者清算警隊。因為中共喺度洗橫手，搞到香港人冇啖好食，係咁流血，係咁被自殺。佢嘅本質係殘暴不仁，完全係一個全世界嘅寄生蟲啊！